统测六二八，考上北科。我想对高一的学弟妹讲的一句话是：高一尽量玩，统测主科千万不能放掉哦，基础要打稳。白丁，我叫吴东林，毕业于泰山高中，今年统测考608，录取高英大。然后想跟学弟妹说，不要管模考分数多少，念就对了，统测一定会比模考还要好。我是樊书伟，毕业于三龙三公。我今年统测考635分，录取台湾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。读书是你自己的，没有人能逼你拿起课本，只有你自己可以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德恩，我毕业于木栅高工，今年考594分。我想告诉学弟妹的话是：读书读书心得，玩乐玩出风采，共勉之，大家加油。我是陈维邦，毕业于内湖高工，今年统测考630，然后现在上师范大学。然后想跟学弟妹讲的是，成功的道路并不拥挤，因为能够坚持的人并不多，所以只要撑过去了就是你的，加油。我叫陈宇汉，毕业于三重三工机械科，今年统测考550分。我想跟学弟讲的就是要坚定的信心，百折不挠的精神，以及再接再厉的行动。当你的信心配合行动，便是成功的钥匙。我是陈信颖，毕业于松山家商，今年统测考634分，现在就读台科大的资管系。从不跟梦想妥协，胜利就是你的。我是马建凯，那今年毕业于台北市松山工农，那我这次考的分数是561。滴水可以穿石，聚沙可以成塔。那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。然后希望学弟妹们都能加油，谢谢。我是蔡炳君，毕业于松山工农，今年统测考556分。相信裕达，你就可以，加油！我叫黄少廷，我毕业于木栅高工，统测考530分，读清一科大。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考上高职，希望你能坚持到底，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。大家好，我叫曾彦豪，我毕业于士林高商，今年统测考616分。发牌的是命运，打牌的是自己。就算过程多么艰辛，只要记得撑过去就是你的，加油。我叫林逸阳，我有从士林高商毕业，我今年统测考606分，他考上北科的资讯财经管理系。时间不多了，好好把握接下来的日子吧，加油！我是陈博凯，毕业于松山工农电子科，统测考582分，考上高英大电子工程系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看个人，学弟妹们你要努力。我是张文佳，我毕业于三重商工商业经营科，今年统测考620分，我录取台北科技大学资讯财经管理系。通往成功的钥匙就是努力不懈，只要坚持到底，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到。我是张思慧，从士林高商毕业，今年考上国立台北商业大学的国际商务系。一开始考试的准备过程很辛苦，但当你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是周彩萱，毕业于三重商工，今年考上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。成功是建筑在愿意付出多少努力上，加油！